我哋而家去首尔林，据闻呢两座大厦就系金秀前住嘅，不过佢个人而家喺军营，系咁以一个树林就系都咁靓啊！感谢主。哇！人哋國家大風景靚，加埋嗰個天氣，嗱呢一個銀杏林睇下幾靚。做咩兔仔？首尔林，2018年嘅11月2日星期五上昼11点，芳草萋萋啊，一片秋日嘅景象。呢兩支筷子話係阿金秀賢住嘅喎，發咗達嘅啦佢。孤獨的樹，我哋嚟到呢个好有特色嘅货柜商场啊！我哋嚟到 ，hello， 龙门家食汉牛，就系呢条啊，今日好铺噶。哇，有专人服侍噶。食完汉牛，我哋而家咧就去搭巴士，再继续我哋嘅行程。2018年嘅11月2日星期五下昼3:46，我哋上到嚟乐山公园，行上嚟嘅喺山上边，大家睇到啦，居高临下，几好地方噶。乐山公园
獅子山啊，遠眺。乐山我们在乐山公园就经梨花洞壁画村落翻山挺好地方的这个喝东西好像九份一样在乐山公园走下来呢经这个梨花洞壁画村好有特色的好靓啊！所有嘢唔系贫民窟嚟嘅。喺乐山公园行翻乐山，接近黄昏啦，我哋就会去东大门行下，食桥村炸鸡。你睇一个景色，睇啲芒草。东大门啊，东大门的正面啊，不过拍不完。首尔清溪村，现在好靓。虽然以前好肉酸，好壮观噶呢个玫瑰花海，头先一部分嚟嘅咋？你睇下呢度，哇！很壮丽的玫瑰花海，真的很丰富，值得来看一下。2018年嘅11月3日星期六行程最后一日，上昼10:07，我哋嚟到景福宫出边啦。仍然喺景福宫出边啊！我而家行紧呢个就系北村韩屋村啦。我哋行完韩屋村，而家嚟参观云燕宫啊，就系唔使钱嘅，人哋好大地方嘅，唔知有啲咩喜庆咧？结婚啊，有人新旧中外交融。晏昼点零钟啊，哇，几好天！我哋嚟到咧，
呢條人氣街啊，嗱、這、呢個叫人人廣場，見唔見有兩個人噶？嗱，俾大家睇清楚啲，好多即係好多摩登同藝術嘅嘢嘅，幾熱鬧。禮拜六啊，今日。呢、這個佛寺咧好靚啊！啲花夜晚啊得幾度嘅咋？點解都咁靚呢？又有紅葉。哇！佢哋聽緊佛喺度説道啊！